午安，下午好啊。午安，午安。Hello，午安。吃个面，它好像冷掉，放太久。午安呐、啊。Hello，大家好，我现在吃午餐。吃乌龙面，午安大家。曼谷场，好像昨天哎、欸，昨天是抢澳门，昨天忘记是抢哪里了，还是就曼谷，我忘记了。对，反正就是 DNE 的其他场这样。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去看时间。下礼拜演唱会，啊，是下礼拜，对耶，是下礼拜，好快。有歌词了，再一次。Hello， 谢谢博俊的分享。跟大家说，我今天吃的是牛奶乌龙面，很酷哦。我不知道牛奶乌龙面是怎样，但反正因为我觉得很酷，我就点了。还行啊，就奶味。这次的歌，午安，嗯，哦哦，喷出来了，牛奶，午安午安，
对耶，你一直都在山上哎，希望你这次可以下山。礼拜是这礼拜吗？这礼拜公演好快啊、哦！梦幻感吗？有吗 ？Hello， 大家下午好。这礼拜公演。下礼拜必点，灯光啊、哦，原来如此。水太多我早上有午餐了。Hello， 午安。啊。对，那我说我昨天买专辑应该要今天开直播拆的，但没有，我昨天都拆掉了，我昨天直接就拆专辑。对，没有想到，应该要今天再拆的，但我昨天拆的时候也很好笑，就是
我都在猜，然后小卡就飞出来，然后我就已经先看到卡贝的签名，因为卡贝都有签名，然后就看到卡贝的签名，我说哦，难怪，没有，这次就是其实不应该买专辑的，但是我就无聊，就是听说昨天上了，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就看了之后就哎有哎、欸、真的有哎、欸，然后我就凭我的感觉。我就拿了，拿了之后，我就因为有两版，然后我想说不行，我只要先买一版就好了，因为之后还会海运来很多，然后没有很多啦，就一点点这样子，反正就是对，我买韩国来的，对，然后都是韩国来的，对，我只是先好奇一下，对，然后我就买了，然后。我想说就只买一版，对，买一版，然后就想说不行啊，因为我原本想买另一版，但是我看看，就是我原本只想先买一版，然后就是另一版，这个的这一版的，还有 E 版跟 I 版，这是 I 版 ，E 版，哦，因为是 MBTI， 所以对，这是 I 版，然后有 E 版，然后。一版我比较喜欢，但是就觉得 I 版这一张我不能放手，我就觉得 I 版这一张好像有什么东西叫我买的感觉，然后我就所以我后来我朋友也说你就买 I 版 ，I 版的小卡比较好看，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就买 I 版，然后买了之后一抽就中。难怪我一直不想放手，没错，有这种事，酷吧，酷吧，我第一次也没有第一次，就对，第算是，哎。差不多 NCT 第一次哦，运气好多，不行不行，不能买了，我不能买了。欸，我最喜欢这首歌的前面，对你们听，刚刚听过，代表你们听，你觉得有一种饱和 feel。就超级有饱和 feel 的，对不对？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想说，这两句也太 SM 的感觉了，就是以前跟一句话，我想说很像饱和的歌，超像饱和的歌那两句。搞不好同一个作曲、哦，我不知道这作曲是谁，看一下，反正都是 SM 的歌。我不知道，看一下。Skateboard 这首歌叫 Skateboard， 很喜欢，我蛮喜欢这首。我有专辑，我到底在查什么？
这是 CD， 你想说这首？哦，吓死我了！我想说我弄不见了。不是这个、啊，去哪 ？Hello， 去哪？在后面吗？啊，这里，这里，这里。嗯。搞什么？在哪？找不到。哎呦！我这里买来的歌、啊，来看看，反正也是 SM 合作的作曲家，也太看一本有吗？不是都长这样吗？都长这样啊，就是 photo book 吧，专辑都长这样，几乎了，他们的。就是他们会分 photo book 版， photo book 版就是里面全部都是，好像是外国那个是，反正就 SM 很好像合作，他们跟他合作，不然就是他也是 SM 的作曲家。因为他好像常跟刘英正合作，NCT 的歌也有很多是他的。对啊，是 photo。不然现在专辑哪有人只给一张 CD 啊？这样专辑到底谁会买？给一张 CD 这不行。就是 photo book 就会是 photo book 为重，就是那么对。哎、欸，这算薄的、欸，我今天拿到的。哦，差不多啦 ，Candy 也是那样 ，Candy 也差不多这么厚。我们是单曲，所以就算了，放过一马。我们是单曲，专辑不太行。还有更大本的，之前 Super Junior 出那个地砖，我真的是看不懂那是什么，超大一本、哦，正方形的地砖，很可怕。我说到底是，谢谢龙和小爱上的缘分相遇，不在你房间，对啊。这么大，我懒得去拿，在房间。不过拿出来过啊，第十张的时候。黑胶的，哦。Thank you.
没有紫菜，嗯，对对。大概当然会晕倒，因为很大一本。成绩就是没人，主要是没人在讲韩国的人，没人的成绩，就是因为现在音乐打歌节目都会看音源成绩，然后其实现在女团的音源成绩都很好，但男团音源成绩会比较不好一点，然后粉丝就要去冲那个榜，就要去。狂刷狂冲狂刷狂冲这样叫切瓜，因为是没冷所以就切瓜，嗯，这就叫音源成绩，音源不是有好几个，但没冷是主要的粉，就是粉丝主要会是冲没冷。目前啊，我看到的都是在冲没人，台湾就比较没有这个东西，串流上的收听，对，台湾的话可能就是 Super Junior 在 KKBOX 的音乐会比较重要一点，其他没有，就不太管这个，没有，比较没有在看这个。因为毕竟没有什么一周一次的打歌节目，也没有人想要拿第一，就是对，所以台湾没有串流上，对，大概是这样。Jennie 也蛮大的， Jennie 有在冲，但是真的目前。我最近看到的都是切瓜，欸，我最近真的都看到切瓜了，就是组团切瓜。Jennie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冲 Jennie， 我不知道，欸，印象中看到的都是切瓜大队，不知道。专辑销量的话就是专辑销量，对，这像这次 ISTJ 就 NCT Dream 这次的好像400多万张嘛，不知道四百几，对，预购。我看一下有没有 ISTJ 预购，哦，这首歌很好听，我记得400多万。410万。他们上一张才，去年那一张才200多万，207万，然后这次410。
是不是很热？为什么很热？没有很热啊。好可怕的数字！看我一直播头发，因为我很想把头发用鲨鱼夹夹起来，但我鲨鱼夹在那，然后就很没有拿不到，很烦，懒得过去拿。我记得这件是足球衣，因为最近在流行球衣，大家可以去买起来了。最近在流行球衣。弟弟拿过来，他不在。球衣都不便宜，不是真的球衣啦，各种潮牌什么什么都会出球衣，可以买了。现在台湾还没流行，我先穿了，不好意思，台湾还没流行，韩国很流行。对。还没有到台湾，台湾每次都叫卖过。走在时代上，谢谢。对，过来消时间但是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去看明星的机场图或者是练习是什么，看他们现在穿什么就知道他们流行什么，就知道流行什么了。但也要觉得你适合再穿会比较好，然后就觉得啊球衣很舒服耶、欸、符合我的 style 就是很舒服，所以我就去买了。对，就很，而且最近你去看很多都在穿球衣，打歌舞台什么什么都是球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流行这件事情，就是多看就会知道。没有，你要找适合自己的版型。像很多那种充的电，我要把这个放过去，不然它好危险。等我一下，我把它充了。放过去，看没很乱哈。
把它放回冰箱，但我想说盖子不知道去哪，不见了。对啊，不想吃了。空手回来，不想拿鲨鱼夹。有，我想要不要拿鲨鱼夹，但是我得到的结论是我不想拿鲨鱼夹，所以我就没有拿去拿鲨鱼夹了。现在发色很好看，谢谢。现在是灰色，是灰色哟。现在物语上的红玫瑰很奇妙，什么很奇妙？变化的部分，头发吗？没有啊，因为蓝色本来就会褪成灰色，但要小心会褪会变绿，所以要顾发色，要洗发色。眉毛吗？没有啊，眉毛就是眉毛的颜色。要去洗。忘记了叫什么，反正就是让它不会退黄。染到最后到这颜色，头发吗？没有，真的没有。之前染的这个颜色是。很灰，很好看。之前褪色都是黄的，但我的褪色都会偏灰一点。但之前的真的不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可以去看我以前的照片，不是这个颜色。没有，有咖啡的感觉，没有。唱错段，现在在买一送一，可以去吃哦，很好吃哦。一首私藏推荐啥？我今天喝的是蜜斯茶拿铁，但我平常都喝阿萨姆红茶，自己回家加鲜奶，因为自己回家加的鲜奶量比较多，比较好喝，所以我都会买纯茶，然后回家加鲜奶。但蜜斯茶拿铁可以喝它的，好喝。
回家加多跟电影味道，我跟你讲，你要会配好那个比例，那个比例对了就对了。拿铁就是拿铁，为什么不会是拿？我都喝，我超爱喝拿铁的。蜜士茶拿铁，对啊，我去哪里都喝鲜奶茶。果干不是果干，是软糖，我不吃软喝果干，因为有太奶，我不喜欢喝太奶。我真的就是只觉得好喝的真的是五桐号的太奶，其他的太奶我不敢尝试。奶精奶茶嘛，奶精奶茶不会啊，我超讨厌奶精奶茶，超讨厌奶精味，我喝起来会全身不舒服的那种，对，全身不舒服。但我上次去做韩雅，韩雅有附奶精，我就好了，勉强去跟他要一杯茶，然后加奶精这样。就完美手冲太奶，超赞，真的很完美。但我其实去五桐号最近也不喝太奶，因为在减肥，所以我都喝奶霜乌龙。哦，也没有多瘦啦，但是比太奶瘦一点。但我最近也都不喝五桐号，因为就真的在减肥，所以也不会去喝奶霜乌龙。对，我最近已经很久没喝奶盖了，戒奶盖，我已经很久没喝奶盖了。而且我昨天半夜，然后饿到肚子痛，然后就肚子太痛了吧，然后但想跟你说，过到一个时间它就好了，就不会肚子痛了，就突然觉得很饱，酷吧？我已经太久没有。你知道什么？已经忘记那个感觉了。马上肚子饿就会这样。好来个快点了，好来个杯子。你们知道大韩航空的那个飞机指示，就是是宝儿跟 Super M 拍的，就是什么救生舱、救生衣的那种飞机，是宝儿跟 Super M 拍的。但半夜也没东西吃，就不能吃东西啊！不能吃东西，而且拍的超好，超科技化，超科技化。对，逃生说明，超好看的。超好看，真的超好，四分多钟，超好看的。
就想这种就会 让人看完，超好笑，很聪明，找他们来拍就真的会看完。我看一下网络上应该有大韩航空，你看这是宝儿，然后 SuperM， 正在讲逃生出口有几个，是不是啊？就真的真的会让人家看完的那种。然后要开飞行模式，很酷耶。然后跟然后儿童区长这样，儿童区超可爱的，这是给儿童看的。超可爱的，而且中间还会穿插，然后还会跳舞给你看，他跳给你看。然后开始戴氧气罩，其实讲的内容都一样啊，只是他们拍成这样，超酷的。这个也很酷。哦，这超红的 ，Enjoy Your Flight 超红的。那时候这好像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 Enjoy Your Flight， 大家都在 Enjoy Your Flight。就这个，而且很多人搭大韩航空就是在等这个，就是在等这个。然后顺便打歌这样。然后没有，是 Enjoy Your Flight。Enjoy Your Flight， 他们自己在搭的时候也都会拍 Enjoy Your Flight 这样，四分多，我看一下，哦三哎四分五十七秒，哦五分钟，李马克，刚刚那个也是李马克，Enjoy Your Flight 的那个。有上推特趋势吧，我记得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就李马克的 Enjoy Your Flight，
有拍那个云啊，你们有啊？我有放在 vlog 里面哎、欸，我有放在 vlog 里面、欸，这里啊，这里啊，这里我有放啊，这个啊，这个我有放哎、欸，我有放开头。我就想说，我在拍的时候，旁边的阿妈、旁边的阿姨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Enjoy your flight. 觉得旁边阿姨应该就啊，这是要拍的。那个阿姨人很好，她都会帮我丢垃圾，帮我拿东西，因为我坐最里面，然后因为我座位都会选最里面，就靠窗，我座位都选靠窗，然后对，东西都拿不出去，所以她都帮我，她很酷，因为我就垃圾都放桌上，然后她就会自动手就过来帮我把垃圾拿出去，说谢谢。吓到，而且他拿的真的是垃圾，可以主动收。我说哦，要拍外面，对，好险，好险都是对，都是真的吃完的东西。这个真的是，哎，这个今年的每一个选秀都有这首歌，哎，呀，每一个选秀都有。另一个航空没有，没有，大韩航空才有，毕竟是韩国最大的航空，南韩最大的航空。没有，那个阿姨完全不会，她真的只帮我收垃圾而已，超厉害的。两个动作我做两次了，我只有做两次，因为第一次没有压成功。呼啦哩，哎，跟你讲这首歌的动作真的是很浪漫，因为在讲老虎。给我吧，给我吧，呼啦哩，呼啦哩。孙悟空给猴子看，哎、欸，我有看过，我有看过有人跳孙悟空给猴子看，或者就是想说神经病的感觉，这个我知道。这时候会不会我不知道哎、欸，可是他出很久了，可能那时候会有哦，可能那时候会有、哦。要花开了，天使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呀？
再来听一次李马克的 rap。这是现场版 Killing Voice， 所以连前面的 rap 都是本人念的。谢阳光送红玫瑰。送的红玫瑰，现在需要的是公演跟演唱会的舞标啊。公演的舞不会忘记啊，是演唱会的舞有点问题。没关系的，我已经在下雨吗？我已经清空我的脑袋了，不要改位置。你觉得会有办法不改位置吗？All the way on, hello future。你也跳错位置？没有，我从来没有跳错位置过哎。虽然一直改位置，但我还真的从来没有跳错位置过，只有动作跳错过，跳成上一个位置，但我从来没有走错过位置。练习的时候，我们练习基本彩排，基本上每一个人一定都会跳错。我们彩排真的就是乱跳，就是要恢复记忆，然后正式才不会出错。我们彩排是真的在乱跳，所以我们就说不能拍彩排，彩排真的很就是很像白痴，所以在哪里，然后在哪的那种，所以彩排真的不行。对，彩排真的就是为了跳，我们真的是在。彩排的时候大就是错好错满那种，尤其是改过位置之后。
以后要记好几个人位置吗？要记好几个人的位置吗？以后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哎、欸。希望不要动到我。希望。我超爱这首歌，大家。这首歌叫做 Dunk Shot， 是一个韩国老歌，但他没有翻唱，但是金俊有翻唱，感觉很难。Oh yeah。呀爸爸爸爸呀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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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但是我不知道韩文叫什么。哎、欸，我要。早安，你好，你好。我做好几码。早安，你好，你好。Hands up in the air。1988年的歌，这首歌原唱是1988年的歌。有啦 ，Jim 的打英文可以，但是韩老歌的话要打韩文，也叫 Dunk Shot。Dunk Shot 咯。好唱，棒棒。对啊，灌篮，灌篮。I know， 我也。你的。没有，这首是改编，它是。等一下啊，给你们听原曲，我刚好有找出来。听一下原曲。哦，好小声。对，刚刚是 Jim 的现场版，你们可以听录音版了。我刚听的是现场版，他们就几个人在麦克风前面唱。这是1988，就是原唱，对，然后刚刚俊版本的我放的是，就是有一个节目叫 Killing Voice， 然后就是声唱，就是上那边就是声唱，对，对，我刚刚放的是那个版本。那如果你要找录音版的话，那个可能就是小孩子爱唱歌的部分，
给你们听，超合唱，就是小孩子在唱歌。算唱吧，但他们实力很强啊，不用怕，他们很强。小孩子这边还好，这两个声音都没什么变。谁啊？等下一句，下一句应该就有2017年翻唱的，这是咒语。咒语的效果，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啊？我跟你们听，他刚刚那首歌的歌词叫做，念看咒语吧，呀巴巴嘿呀，呀巴巴嘿呀，超可爱的，念念看咒语吧，我知道一定有更文艺的翻译方式，但是反正就是。念念看咒语吧，好难念，好难，不会念。念念看咒语吧。阿妈妈呀，对，这首歌真的很可爱，对，那要怎么翻？这就是不是做翻译的人会翻出来的东西，就咒语嘛，念呢、啊、喊出来，对啊，波扎巴，对啊，只能这样啊。没有，这首歌不是，是刚刚那个呀巴巴嘿呀那首歌才是老歌。对不对？
要怎么翻的文艺一点？呼唤咒语吧，试着呼唤咒语吧，要不要翻译啊？谢谢朱天送的红玫瑰。试着呼唤咒语，好难了，算了。很像童书的书，这首歌真的啊，刚那一首歌真的，就当下那首歌真的很可爱。要不要马戏呀？哎，他们那时候翻唱的时候，那个舞超可爱的，他们是祝福你为我播着，要不要马戏呀？这长这样，他们真的这样跳，超可爱。他们这个一样。哦，而且他们那时候是穿篮球衣，也是球衣。好小，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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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这样，真的长这样，要不要把你呀？真的真的，念咒语的时候要长这样。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不然就是我现在给你们看大概长什么样子这样。真的很，还有那个灌篮高手的球衣。海川よ、うまくんちま。梦就一生。Life is a party. 哎，还有篮球场的哎，怎么那么酷？我没有去篮球场表演过哎，有点。哦，好像有印象，好吧。大概长这样。真的是这样，超酷的，超酷的。篮球场好好酷哦。而且是真正穿篮球衣那种。我也不知道，你说篮球裤吗？不知道哎，可能 SM 的造型师不喜欢，可能 SM 的造型师不喜欢。我都说很像灌篮高手，那个红色的很像灌篮高手，应该不是，不是。会穿溜冰，你说杰尼斯吗？现在的杰尼斯还是会穿溜冰鞋哦。好像没看过男团打歌穿短裤。哦，你去看梦队超多的，你去看 NCT Dream 超多短裤，这次也有啊。他们前上个半个月前回归就穿短裤了。
挺对对，我刚才也觉得很像。你看 CDG， 就在半个月前还在穿短裤。我觉得只要有制服的一定会有人穿短裤，你去看有制服的男团大哥至少都会有一两个穿短裤，现在男团穿溜冰鞋烂花，哎，我不知道，但是我烂花应该没有，我不知道，哎，但是我前几天看到 snowman 嘛抓着一颗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转，哎，飞起来转，我想说救命，看起来超可怕的，就是人是就很像游乐器材，人是降，然后降再转的，那为什么都救命哦？那是什么东西？男团都有短裤担当的感觉，哎，这我不知道哎，但梦队没有，就是 NCT 君没有，就是他们还给我，他就是全体穿短裤。就前几天才莫名滑到，这是什么？太可怕了吧！果然还是杰尼斯，真的是特技耶，好可怕！整条短裤超怪，没有，真的没有。Hello， 下午好。没有，那时候因为他们 MV 的时候就是。Broken Melodies 的时候，就是这次专辑的先行曲，谢谢客串的宠物小火箭，就是这次专辑的先行曲就已经穿短裤了，然后有照片，然后那时候西珍妮就是看西珍妮是他们粉丝，他们的粉丝，然后看到就是说这次竟然是短裤吗？然后全员短裤，然后什么什么就很期待，然后到真正打歌的时候，就因为西珍妮真的是很明显的很喜欢短裤这样。超好笑，对，其实得到的结论是女粉喜欢看短裤。我学校自习看你直播是对的啊 ，Hello。你怎么在学校自习啊？现在不是放暑假吗？太甜了，是想看腿的肌肉吗？那也没有肌肉啊，因为太瘦了。我只想说，如果我的腿能比他们细就好了。如果我的腿能比他们细就好了，我唯一的想法。哦，好好。真的，我看完的唯一，因为我一定会看打歌舞台嘛，我看完的想法就是救命啊！好羡慕哦，毕竟是，哎，男生的腿真的都很细，男生的腿很细，真的真的，因为都是肌肉，不太有肥肉，全部都是肌肉，腿细就算了，手臂还能练出长。超强，哎，然后手臂太粗有点可怕，感觉一拳就飞走了，有点太粗也有点可怕。是要多，就最好是真的没有肥肉那种。真的，有时候就很羡慕男生的腿，因为就真的不常长肥肉，不常长脂肪。对，男生的腿都有很多肌肉，我好羡慕，我也想要肌肉腿。肌肉腿好像也不是这样子，脂肪不要太多的那种，能一拳打飞很多，有些男生那男团，对，男团因为喜欢就是举重、举铁、健身，然后那个手臂真的很可怕。就很真的是感觉是灵体脂肪的那种腿，
在也很多肌肉，但有脂肪啊，有肌肉不够，就是最好是脂肪都没有。哦，就这首歌，这首歌打歌是穿短裤，最后末放的这首歌末放的时候是穿短裤。无解吗？有解啊，减肥就有了。减肥啊？You are lost. 我好喜欢这次的歌，好腻哦，超好听。感觉困扰我很久，也没有，就两年。真是没这样好看，还不错啊，是一边蓝色一边粉红色，至少会跳，会了，看一看就会了，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我是给那个美甲师随便弄，就随便弄，给他随便弄。两年挺久，因为我就是两年胖的，我前面是瘦的，可以看一秒一秒约好，很瘦啊。You are loving。我来看一下歌词又到哪了。你说问题是我太可爱吗？谢谢。Let's get it done。啊，老伯给。God like you, 上上就 breaking you, 呜！啊 ，How like you？ 说要减肥，我没有要减肥，我在减肥中，要是要去做，但我没有要去做，我已经在做。对，SM 的拼接曲，
对 ，SM 最喜欢的拼接曲哦，没有 JYP 才最近 JYP 更爱拼接曲。对，错了错了。这这。在韩国买的吗？不是哎、欸，但是是韩国牌子没错，但是是我从韩国回来之后请韩国代购买的，因为我没有逛到这一家。看一下哦，加三。好像这样才对啊。Every tasting 舒服。哇哦，唱错音。谢宗佑要上捕梦网，回来才被烧到。对啊，回来才被烧到。我们没有逛到这一家店啊。那就 Remember everything Believe for your eyes I see your face I recall it Just a little girl One open kind girlOne open can girl One open can because you know my mind girl 再去一次吗？好怪那个爸爸的魔杖啊爱过去先都送家吧偷偷给我中奖那欧尼达拉一三年得有本意特别玩男人呢 So let me 中途靠近那丑格索 I gotta gotta get ya乱念，一定要念错，不要乱看。啊，因为 Chrome 不能放大。Baby, only you remember every teasing, beautiful your eyes. I see your face, I recall it, just waiting for you.哎、hey. ，One open can because 我为什么会转到假音 ？You're the only one on my girl. 여기위해떠나지않아做虎航哎、欸、没有哎、欸，我那时候看虎航也是很贵，所以我后来才选。不是联航。Beautiful your eyes, baby, only you. I see your face, I recall it. Just waiting for you, just a little girl, one open kind girl.
What often can because you know my mind, girl. You're the only one.好了，再见。回去我的，关掉我的 Chrome。下一首，我不知道下一首是什么。干杯啦！暑假关系吗？不知道欸，有可能哦。虎航，我那时候就是看，然后想说我要去找联航，结果虎航很贵。那我说是怎样？逃生影片不是，但是我后来为什么会改成大韩航空，是因为我不是改回程时间嘛，然后就没什么时间，所以就。又要工作，回来工作，所以就改成大韩。结果后来发现，其实可以不用改。不用改了，就是确实是有工作没错，但就是对，还行的，没关系啊。班，对，很早，八点多就到机场，我操！我应该是搭七点的车，什么法律都可以带，谢谢。马上上班。你说回台湾吗？回台湾再练习一下就是上班。你有睡吗？没有，我在飞机上都在看影片，都在练应援。那天是富邦的工作，然后只要拍出来就几分钟了，三分钟了，那个练习几分钟。两个小时全部都在看那个应援影片，但很少。我前一天收行收到四点，但我没跳，我用
我没有跳啦，所以用看的，他不会干扰到旁边的人。我用看的，然后就背起来了。突然炫耀？没有啦，我没有炫耀，我只是在复习。买太多东西了，没有，我顺便帮大家的纸袋做了整理。也没有完整什么，那天是练习吧。那天是练习哟。跟你说，如果有放完整版，就会看出来，我真的临时抱佛脚很有用，我就是一个适合临时抱佛脚的人。有完整放出来的话，但他只放了三分钟吧，我不知道，我没看了。哦，我有看了，但不知道放几分钟。对，我就是适合临时抱佛脚的人，因为跟你说太早学，我绝对会忘记。就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忘记有学哪一首，芒果吧，芒果 number two， 那时候在练手牵手公演，然后礼拜五学，礼拜天学完，我礼拜二就全忘光，完全不会跳那种。紫花絮吗？对啊。芒果超难的，好不好？芒果那个脚，那个我真的，而且我甚至真的不会跳。礼拜天学完，我礼拜二就完全不会跳，所以我真的不能太早学。我是一个需要临时抱佛脚的人。刚学的那时候，对啊，那我说怎么可能大家都记得？因为那是老师突然放音乐，然后没有说要跳，然后那时候就说，哎，那还有时间哎，我们来就复习一下。然后我，就是基本上都不记得，然后大家都记得。我说是我脑袋有问题，还是大家都有复习？不可能啊，因为老师没有说今天要跳，所以应该不会。那么多人复习，可能就一两个会随时复习而已。我想说，怎么可能？对，然后我真的一个动作不会跳。这叫被抓到吗？但就只是一个突袭而已，所以也没有怎么样。反正我。正式来跟正式练习，有记得就好了。谢谢恰拉咖喱送的缘分相遇。哦，然后跟你讲，我的禁欲脑真的不是假的，你知道吗？这不是之前上节目不是有随机舞蹈挑战吗？然后就那一阵子会把舞好好的记得，但像我一首歌都记不得，一首歌连拍过那个动的都记不得。哎，安静听听听 ，Fragile，Fragile， 安静 ，Fragile， 我忘记怎么跳了 ，Fragile， 好这样，我忘记怎么跳。有一次，然后他们在放音乐，我说你不是跳过吗？我说我跳过，我就会记得嘛。我真的忘记。觉得我脑袋怎么了？好像有点严重。看夜山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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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真的是一点点那种鱼片记忆，你知道吗？零星的。
他连我想一下，去年很常跳 Forever One。这是这首歌 Forever One， 所以我 很不适合，真的是才知要知道节目有随机舞蹈我才会去记死记的那种。真的不知道，对，这首歌去年超常跳的，但还是忘了 ，sorry。哎，真的很严重，真的很严重，怎么会这样？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网友出彩吗？这个没有啊，这个没有啊。这首歌没有出彩啊，对，就是金鱼脑的部分，我很容易忘记事情，但这样也挺好的，就是真的记性太差，这样也蛮好的。出彩部分是 Blackpink， 是 Blackpink， 不是少女时代。You are loaded。 我说应该要给我跳男团，因为男团比较难，所以会比较记得。女团我就是动作摆一摆，但男团我就比较难，会比较记得。算 Candy 我也忘了，真的会忘光。比较喜欢男，对对对，就是女团男的，我想一下。哦，但女团男的，我 S G 的我应该也忘记了，就前几天 po 的那个我应该也忘了。现在来看看我到底还记不记得，我来看一下，我觉得我忘了、欸，搞不好还记得啊，试试看。打拳吗？有打拳吗？没有打拳，我看。起来了，我记起来，他这不是打拳了，这没有在打拳。有啦，还行啊，我脑袋还行、啊。好，大家我要关了，大家拜拜。我练排行榜，还行啊，我有记得哎、欸，还不错。
第十名是小吉，第九名是杨公公，第八名是安莎卡卡，第七名是戴维维，第六名是吉米周，第五名是乌鱼，第四名是博成，第三名是中和喵喵，第二名是下巴，第一名是黑杰克。谢谢你们。没有，我刚刚百分之百记得了，我刚刚第二次，你没看到吗？我有看到，我刚第二次有记得了，但第一次基本上忘，第二次我就记得了。那拜拜，对呢，那你记得就好了，拜拜。谢谢阳光送红玫瑰，拜拜拜。没了吧？这礼拜，这礼拜几？诶，这礼拜几？这礼拜三啊。我什么时候公演？礼拜五一场，礼拜六一场，礼拜日两场。我是五跟日的人，我有大意。谁大意？我。好，知道了，大家拜拜。T 组是五日，是吧？好，拜拜。三二一，拜拜。T 组是六日哦，六日啊、哦，那为什么？哦，前座，好，我知道了，大家拜拜，拜拜。没有完蛋，我只是在想问题。来拜拜，我长得像金姐吗？没有，我就是前一天会看行程的人。对，因为他突然跟我说，我不会记得。P 五日，好了，大家拜拜。拜拜。对，我真的不能没有行事历耶，超可怕的，我没办法想象没有行事历的那一天，我真的什么都不会记得。拜拜拜拜拜拜，三二一，拜拜。